粉丝提问，下一把加入和平精英的步枪会是谁呢？自从 ACVAL 之后，和平精英已经很久没有加入步枪了，那么下一把加入的步枪会是谁呢？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小伟认为有 80% 的可能就是 AC132， 因为这把枪在绝地求生端游已经上线了，用起来是真的不错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全地图刷新。全地图刷新意味着和平精英基本也会无条件跟进，因为之前全地图刷新的道具武器和平精英基本全都加入了，所以下一把步枪极有可能就是 AC132。 那么这把步枪究竟如何呢？我们来看看它的具体属性。伤害为43点，这一点上是 7.62 步枪中最低的了。作为对比， AKM 狗杂是47点， M762 是45点，它的子弹速度为720米每秒，比 M762 少20米每秒，比 AKM 高5米每秒，所以基本和 AKM 差不多，但容量30发，步枪基本都是这样。射击间隔为0.88秒， M762 为0.86秒，基本也差不多。 AC132 的秒上为488点，还算可以了。最关键是它能装全部的6个配件，满配后后坐力是极低的，感觉比 M416 还要低，所以这把枪小伟认为是极强的，如果上线会有超多人用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